用什么水在清洗呢？家里的水塔、水管你清过吗？常年没有清洗的水管就像水沟的岩壁，脏得吓人。老旧的铅管更是毒物的源头。你就是用这种水在刷牙、洗脸、洗澡、洗蔬果，多么的可怕！创新安全供水新上市神肤奇迹神水器，四层严密的过滤，它能有效去除水中的氯及杂质，如泥沙、血锈、杂物、毛屑、悬浮物等，让您家中的自来水变成干净的水质。不求人，自己安装，五秒钟完成，立即净化你们家的水质。三段加压供水，花洒水压、高压强力水柱水压、花洒雨淋式水压，可以配合您日常生活不同的需求来使用。神肤奇迹神水器除了水不乱喷之外，还具有360度旋转的功能，方便妈妈清洗水槽，转到哪洗到哪，真方便。可替换滤芯设计，滤芯替换方便，使用寿命长。妈妈，你在乎全家人的健康，买高价的蔬果，但是却用脏的水清洗，真是得不偿失啊！家中有了神肤奇迹神水器，不论是厨房琉璃台、水龙头洗菜洗水果，或是卫浴洗澡洗头、刷牙洗脸，全都为您健康把关，省水又节能。神肤奇迹滤净省水器和莲蓬头，加送3个莲蓬头和2个滤芯，只需要好享价188令吉，快拨打1800888122或浏览 www.androidtv.com.my。 好享购物台，每天与您同在，值得您信赖。你好，我是蔡子。今天有什么好康要介绍给大家呢？哎，厉害了，就是神肤奇迹的滤净省水器。我们今天啊，还特地从台湾把型男奶爸带过来了，就是陈明。陈明，欢迎来到马来西亚。你好， Hello, 你好，各位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型男奶爸陈明，今天要带来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商品给你们大家认识。如何神奇法？省水增压过滤三合一。好，怎么样安装呢？对，首先我先教大家怎么安装好了。来，我们这边看一下。嗯。通常我们拿到省水器是一组像这样子的，是，对。好，当我们拿到之后呢，我们就慢慢很简单，其实女生自己都可以安装，不用5秒钟就把它装上去了。啊，发现完了，完成了，就那么简单，简单安装又实用。是，我觉得3岁小孩子也会耶。没有错。好，那么我问你了哈，其实一般上在厨房呢，我们用的这些水龙头啦，都是这种 J 字型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在厕所啦、洗手间之类的，都像这一类的水龙头，就是比较低、比较短的，也比较矮的，怎么办？放心，因为我们这组呢，我们还会赠送2个转接器，包括一个万用接头，所以你们放心，你们绝对都可以安装上去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是任何的水龙头都适合用，都可以用。那这省水是好用的，不单单只是省水、增压跟过滤，我今天要示范给大家看它怎么使用，好不好？很简单的，就是这样子，我拿2个这个水盒。现在你是要示范如何省水，没有错。一般我们家里面的水龙头是像这种规格的嘛，对不对？传统的水龙头。好，当我装上了这个神肤奇迹省水器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我们同时一起把水压放下去的时候，好，我们一起放，对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我们同时压水，对不对？是。好，你看到这个水已经快要满了，我要快点把它关起来。你会发现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，就是同样的出水量，但是它却省水50%以上。对，真的是50%。换句话说，是不是说支持环保的分子、支持环保的朋友都应该买这个省水器呢？听说你们之前马来西亚有一点好像很干旱，就很缺水，很热，所以这商品非常适合你们。那当然，它不单单只有这样，它的有方式出水方式有很多种。是，来，我们可以镜头我们这边也看一下。好，它出水的方式有3种。第一种的出水方式就是你看到，就是花洒式的方式，好不好？整个洒很舒服，那这水是非常的舒服的。第二种呢？第二种是这种水柱式的，只要轻轻压按一下，有没有？它是整个水柱，水力非常的强，它有加压的效果。是，你可以洗农药、洗蔬果都可以使用。第三种是这种综合式的，它有水花跟水柱一起出来。我有发现一样事情，就是水都没有随便随地四溅，就是都很干净。对，没有错，这也是省水的一种方法。对，而且它最特别是它有一个设计是360度，然后我们这边看一下，它这个头是可以转的，有没有发现？是，所以其实你转到哪里就洗到哪里，相当的干净。对，我觉得观众朋友应该会有一个疑问哦，就是看起来那个流水量差不多一样，是这样少的水会把那些器皿啊、用具啊洗得干净吗？说得好，其实呢，它很特别，是它有个特殊专利，我们看一下是什么。其实当我们拿到这个省水组的时候，当我们把前面拆下来，是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垫片，来我们这边看一下，来我们这边有个垫片，有看到吗？是，这垫片有什么？对，这个垫片很特别，它是466的钻孔，是，你们可以看到它总共有四百。
466个钻孔，很小很密的钻孔在里面，有没有发现？就出水口。对，而且它是采用307的不锈钢铁片。是。所以这有什么用呢？很简单，今天你的出口，今天出口孔是小的话，代表你水就是可以加压。哎，好，出水孔，你看这个洞如果是密的话，是代表你的水量就可以省水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刚才即使是我们的水量不多，但是因为水的压力很大，没有，所以我们依然可以把所有的器皿呢，所以用具洗得非常的干净。你说的没有错哦，真的是一举两得，非常实用。对，那么我们还好不好说一说它的有哪一些部分？有什么球？看到有很多不同颜色的球在里面，是没有错。你可以看到这个，好，让我们这个表看给大家比较清楚哈。好，来看一下哦，这个省水器呢，过滤省水器，它里面有分四个东西，是有没有发现？那主要呢有三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第一个，看到这个白色的能量球，这能量球呢能够有产生一个微电流，让皮肤能够很吸收这个水分，让你洗的时候相当的舒服。那像它有负离子的矿物球，可以把这个水分变成更小的水分子，也可以让人体很容易吸收。接下来像活性炭呢，这些也可以帮助像整个水里面有一些氯。有一些不好的杂质，它可以把它净化掉。然后包括它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是活性炭的海绵，也可以帮助过滤，所以相当的实用。好，明白。好，我们解释过了那个不同的球之外呢，它还有什么性能？其实很简单，我刚才讲说它可以除氯嘛。对，如果光说不练，那就大家都不相信。对啊，因为我相信观众朋友都说，只是口中说出来嘛。对对对对，我今天要做个实验给大家看，可以让大家了解到，其实它也可以过滤，是非常的滤镜。今天这是一杯相当干净，然后我们这边可以来看一下哈，这是一个相当干净的水，有看到吗？就是我们目测觉得它是很干净。好，我们第一滴有氯成分的，你会发现。我们就滴下去之后，你看发现水已经变颜色了，就变成褐色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再从这个小小的这个滤网里面呢，拿出这些负离子球跟一些活性炭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哦，有没有看到有负离子球，还有一个微分能量球以及我们的活性炭都在里面。是，我们将里面的这些像负离子球、能量球，我们全部倒进去之后，所以碗里面的都是这个负离子。矿化球、能量球以及活性炭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马上的把水就净化了，真的是有这样子的效果。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着重在我们饮用的水必须要干净，但是实际上我们其实呢，我们的自来水啊都有很多这个氯嘛，就是 chlorine。其实不只喝对身体有危害，而且呢，其实用啊沐浴啊、洗脸之类的，其实对皮肤都不是很好。对，因为我常跟大家讲说，其实我们喝的水需要过滤，相对的，那我们洗澡的水啊、洗漱过的水也是需要过滤。所以今天如果你们买这组，我们还会送你两组的，莲蓬头。莲蓬头也是用来洗澡用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一下这个莲蓬头，来。但这个莲蓬头的原理呢，其实就跟这个滤水器的原理到底是一样的。你会发现它这边也是有它能量球跟负离子球都在里面。对。但你有没有发现它最特别的地方？它是全透明的。什么？蔡子，你知道为什么变全透明吗？你不懂。一般我们家里面的莲蓬头都是白色啊，是就看不到，就是看不到里面。所以你想哦，常常洗，你根本不知道里面是脏还是干净。那很可怕哦。然后你想啊，你放在上面，然后洗脸，然后漱口，你都在吸那些脏的东西。对对对。可是透明的代表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哪里脏，哪里洗，哪里不干净，拆下来就可以洗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这个可以拆来清洗。没有问题，你看它很方便，它是可以直接这样做拆解的。来啊，你看看喽。它可以拆解。没关系。里面的球呢，也可以拿出来做清洗。是。好，包括这边也是可以做拆解动作。所以非常的环保，非常非常环保。拆了再洗。没有错，好，所以今天呢，就是买两组呢，我们就送两组莲蓬头，对，而且价钱只有188，非常棒，而且我知道市价其实是428令吉，当然，我觉得今天我来到好想购物台，我要带好更好的优惠给大家。原本是两个省水器外加两个莲蓬头送给你们，今天因为你也因为好想购物台，我再加送两个滤芯，还有一个莲蓬头，所以总共是两个省水器加三个莲蓬头跟两个滤芯。对，只有在好想购物台才能够得到这个特别的优惠，价格就是188。有兴趣购买的朋友，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1800888122，又或者是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.androidtv.com.my， 赶紧打电话来哦。
各位观众朋友，相信呢，现在大家都越来越注重水的品质了。大家有没有发现到，在韩国啊，每一个女生的皮肤都好细致哦，因为呢，她们不只要喝好水，也要用好水。而且今天呢，我们不只洗身体要用干净的水，家里面我们在洗蔬菜水果的时候，上面可能有农药残留，可能有泥沙，你一定要用干净的水呢去冲洗它。那么今天我们的神肤奇迹，我们的滤净神水器就可以达到这样的功能，同时它可以帮你加压，帮你呢冲洗掉你所有物品上面的脏污，而且呢一样的时间，我们的神水量呢只到用到别人的这三分之一的水用量。重点是我里面的滤芯材质可以帮你过滤掉水里面原本的脏污还有氯，所以今天给大家的全民健康用水专案呢，只要拥有我们的神肤奇迹滤净神水器，你家里面所有用水绝对都是干净又安心的。神肤奇迹滤净神水器和莲蓬头，加送三个莲蓬头和两个滤芯，只需要好享价188令吉，快拨打18008881222或浏览 www.androidtv.com.my。好想购物台每天与您同在，值得您信赖。今天这个产品真的非常神乎奇迹，是的，它就是神乎奇迹的产品了哈。它包括两种产品，其中一个呢就是这个莲蓬头了，好不好？没有错，我刚才说我要送莲蓬头嘛，是。但我当然示范一下，其他原理也是一样的。那首先我要跟大家讲，其实它也是可以做拆开的哦。它为什么可以拆开？我要特别讲说它是做透明的，是。发现为什么它做透明？因为知道哪边脏就哪边洗嘛。一般我们的莲蓬头是做可能是银色的啊，对，米白色的啊，可是我们看不到里面的脏污，对，它却可以让你看到里面脏污。是，因为有时候我们洗澡不知道会洗多少次，对，它还是可以可开式的，能发现它这样转开之后就可以打开了，都可以洗。然后下面的也可以拆开来洗，对，非常的实用，是非常的实用。而且它这些成分都是什么呢？我们来说一说好不好？好，这边有写，来我们看一下，有负离子的矿化球，还有红外线的矿化球。负离子矿化球呢，就是让皮肤光泽有弹性哦，而那个远红外矿化球呢，是抗氧化的，没有错，对不对？那我要证明说，其实它有省水的功能，我们一样做个实验好不好？好，我这边有两个量杯，我们一样可以试试看。来，菜籽妈妈，你开你那边的水，跟开我这边的水哈。这是普通的传统的这个莲蓬头，这是神乎奇迹的莲蓬头，它有什么跟我们一起按？一二三，它有过滤跟省水的功能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哦。我们看到这个渗水渗得非常的快哦。哇，我们看你那边已经快要满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这边还在中间而已。是，换句话说，好，我们看看。神肤奇迹其实比较省水，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，对，哇，干了哈，我们可以喝下去，对不对？而且它有台湾所认证的省水标章，还有台湾认证，对，就是不是我们这边有特别看到这个，来，我们镜头可以带一下哈，这是台湾的这个省水标章的认证，我们这边看一下有没有。有台湾认证，品质也就保证，是真的太棒了！既然这么棒的产品，会不会有很多仿冒品？你说的太好了，我今天就拿一个仿冒品给你看一下。一般的仿冒品呢，可能长得一模一样。真的是，可是呢，真金我们是不怕火烈的，一模一样。我们可以来做个实验给大家看看。你要怎么做这个实验？我拿一个，好，我们就拿这个好了。刚才我们所试的神乎奇迹的这个莲蓬头，里面有一些水，我把它倒掉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因为它是 SPCS 的塑钢所制造的材质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们镜头里面看一下，这是一般的劣质仿冒品，是，这是我们的神乎奇迹，我要让他们对敲，就知道什么是真品，什么是假品了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，好，我们第一下敲一下。第二下，哇塞，真的是有没有看到粉身碎骨哎，真金不怕火烈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我要证明给你看，敲完之后还是可以使用，我要一进到底哦，我们都没有开完过来，你看到我们直接放进来，我们一样锁上去，好，我们一样锁上去，等一下锁上去之后呢，好，菜籽由你来开水好，有没有发现完全滴水不漏，正常，完全正常一样。三段式有没有？是第一段、第二段跟第三段都可以使用，完全没有完全对功能还在，完全是耐用的。真的，这个产品真的太棒了，因为只需要188令吉哦，只有好想购物台可以买得到188令吉就可以买到这么好的产品。我告诉你一样东西哦，有时候我们在装置安装那些传统性的滤净器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有时候一年一次，我们需要换那个滤芯，很贵，换滤芯而已。我们叫那 technician 啊，就是技术人员让我们家来那么一趟，都要一两百块，就不止188了。对，就是来一趟在 service 办了都一两百块了，现在我们188
28令吉就可以拥有两个省水器、三个莲蓬头，外加两个滤芯送给你们。而且它有过滤、增压跟省水的效果。是，而且可以省水，就是说你支持环保了。没有错、可以在哪里买到呢？就在好享购物台。有兴趣购买的朋友，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18008881122，又或者是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.androidtv.com.my， 赶紧打电话来哦。你用什么水在清洗呢？家里的水塔、水管，你清过吗？常年没有清洗的水管，就像水沟的岩壁，脏得吓人。老旧的铅管更是毒物的源头，你就是用这种水在刷牙、洗脸、洗澡、洗蔬果，多么的可怕！创新安全供水新上市神肤奇迹省水器，四层严密的过滤，它能有效去除水中的氯及杂质，如泥沙、血锈、杂物、毛屑、悬浮物等，让您家中的自来水变成干净的水质。不求人，自己安装，五秒钟完成，立即净化你们家的水质。三段加压供水，花洒水压、高压强力水柱水压、花洒雨淋式水压，可以配合您日常生活不同的需求来使用。神肤奇迹省水器除了水不乱喷之外，还具有360度旋转的功能，方便妈妈清洗水槽，转到哪洗到哪，真方便。可替换滤芯设计，滤芯替换方便，使用寿命长。妈妈，你在乎全家人的健康，买高价的蔬果，但是却用脏的水清洗，真是得不偿失啊！家中有了神肤奇迹省水器，不论是厨房、琉璃台、水龙头、洗菜、洗水果，或是卫浴、洗澡、洗头、刷牙、洗脸，全都为您健康把关，省水又节能。神肤奇迹滤净省水器和莲蓬头，加送三个莲蓬头和两个滤芯，只需要好享价188令吉。快拨打18008881122，或浏览 www.androidtv.com.my。好想购物台每天与您同在，值得您信赖。今天所要介绍的产品呢，就是神肤奇迹的滤净省水器了。顾名思义，到底怎么样省水呢？示范给你们看，好吧？这时候请蔡子来帮忙一下，是可以。先介绍的是原本传统的莲蓬头跟传统的水龙头。水龙头。接下来装上我们这个神肤奇迹省水器，我们试试看到底它有没有省水的功效。好，一二三，一起开。一二三。好。我还慢了一步，慢了一步，我们再下来看一下，那我们看结果是怎么样？是，你会发现，哇哇，你那边快要满了，对不对？是，你在那一半还没到哎。好，你快关了，你快关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题，给观众看一下，有没有几乎快三倍的水？是，这证明是省水器真的能够省水，而且它在台湾的的确确有认证的标准。对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哦，其实马来西亚呢，每一年都有旱季，就很多时候呢，水坝的水位不够啊，就是政府会实施这个治水制度，就变成呢，家家户户就有轮流用水了。如果我觉得，如果每一家每一户呢都购买这个神乎其技的省水器呢，我觉得我们就不会有这个治水的问题了。对，而且你看，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省水标章，是它的的确确是有认证过的，是不是空口说白话哦？对。好，我们还有，刚才就说了嘛，是滤净省水器，对，证明了省水。我们来说一说滤净这一部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这边看一下，我也做个小小的实验给大家看。是，好，你要做些什么实验？这个是我们刚才讲的，它这里面是有它的这个滤芯嘛？对。来，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，这边有它的滤芯，对不对？我从它滤芯里面拿出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边。好，拿出来之后呢，我会放在这个小盆子里面。小盆，我拿一杯干净的水。小盘子里面呢，都有这个负离子、矿化球、能量球，还有活性炭。没错。好，那我们镜头这边可以看一下哈，这是一杯干净的水。那我从里面滴了有氯的成分，是0.9。好，滴了两滴进去，你们发现哇，很脏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就变成了褐色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我们将这个负离子的球跟能量球都倒进去，然后我们这边慢慢看一下哦，来这边来看一下。好，当我把它全部丢进去的时候，哇哦，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发生了，你会发现它的水颜色已经回到刚刚最初透明的颜色。是是，所以就是活性炭把这些有机化合物都化解了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陈明啊，神肤奇迹里面都有哪些成分呢？第一个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负离子的矿物球，它的作用就是将水分转换成小的分子，让皮肤更容易接收到水。啊、第二个部分，能量球，它能让这个水能产生一些微电流，让皮肤也更好吸收，让皮肤也更有光泽。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活性炭，像我们刚刚的氯已经被驱除掉了，是，所以活性炭可以利用高比率的微孔洞呢，将水中里面的有机化合物把它化解掉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你知道吗？很多时候我们都着重在
在我们饮用的水，是，就是喝的水呢都要是干净，没有这些重金属，也没有这个氯。对。但问题是我们不只是用水来喝而已嘛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们要刷牙、洗脸啊、沐浴啊等等的，都是用水。都是需要的，对。或者是我们煮菜啊、洗那一些食材啦、蔬菜水果，也是在用水。没有错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是不是应该也用干净的水呢？对，所以这次我特别就是不单单只是说，好像送给一个，是两个。一个可以装厨房，就是洗蔬果、洗蔬菜；第二个装浴室，刷牙、漱口、洗脸都可以使用。哎，这样子呢，大家都有好的健康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它这个能够把我们那个氯，就是 chlorine 化解了，没有错，所以我们冲凉的时候也不用担心。大家都知道，其实氯是能够致癌的哦，所以大家真的是要非常要注重我们自己的健康。我们好不好？再来说一次，其实这整套产品只需要多少钱呢？188。对，就是188。而且只有在好享购物台才能够得到这个优惠。我告诉你啊，有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在安装那个传统的滤净器，有没有？一年一次，我们必须要叫那个 technician， 也就是呢技术人来我们的家来更换那个滤芯。你知道他大概这样走一趟要多少钱吗？不知道，大概要200-200块马币耶。哇，那可以买两个滤芯。对，就是今天我们特别优惠188，令吉就可以得到那么多的产品。是的，哎，莲蓬头啦，又有那个滤芯，还有这个省水器，还有三个莲蓬头。对。只有188，有兴趣购买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热线18008881222，又或者是浏览我们的网站，我们网站就是 www.enjoytv.com.my， 赶紧抢购哦！各位观众朋友，相信呢，现在大家都越来越注重水的品质了。大家有没有发现到，在韩国啊，每一个女生的皮肤都好细致哦，因为呢，她们不只要喝好水，也要用好水。而且今天呢，我们不只洗身体要用干净的水，家里面我们在洗蔬菜水果的时候，上面可能有农药残留，可能有泥沙，你一定要用干净的水呢去冲洗它。那么今天我们的神肤奇迹，我们的滤净省水器就可以达到这样的功能，同时它可以帮你加压，帮你呢冲洗掉你所有物品上面的脏污，而且呢一样的时间，我们的省水量呢只到用到别人的这1/3的水用量。重点是我里面的滤芯材质可以帮你过滤掉水里面原本的脏污还有氯，所以今天给大家的全民健康用水专案呢，只要拥有我们的神肤奇迹滤净省水器，你家里面所有用水绝对都是干净又安心的。神肤奇迹滤净省水器和莲蓬头，加送三个莲蓬头和两个滤芯，只需要好享价188令吉，快拨打18008881222或浏览 www.enjoytv.com.my。好想购物台，每天与您同在，值得您信赖。今天这个产品真的非常神乎奇迹，是的，它就是神乎奇迹的产品了哈。它包括两种产品，其中一个呢就是这个莲蓬头了，好不好？没有错，我刚才说我要送莲蓬头嘛，是。但我当然示范一下，其实它的原理也是一样的。那首先我要跟大家讲，其实它也是可以做拆开的哦。它为什么可以拆开？我要特别讲说它是做透明的，是。为什么它做透明？因为知道哪边脏就哪边洗嘛。一般我们的莲蓬头是做可能是银色的啊，对，米白色的啊，可是我们看不到里面的脏污，对，它却可以让你看到里面脏污。是，因为有时候我们洗澡不知道会洗多少次，对，它还是可以可开式的，能发现它这样转开之后就可以打开了，都可以洗。然后下面的也可以拆开洗，对，非常的实用，是非常的实用。而且它这些成分都是什么呢？我们来说一说好不好？好，这边有写，来我们看一下，有负离子的矿化球，还有红外线的矿化球。负离子矿化球呢，就是让皮肤光泽有弹性哦，而那个远红外矿化球呢是抗氧化的，没有错，对不对？那我要证明说，其实它也有省水的功能，我们一样做个实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这边有两个量杯，我们一样可以试试看。来，菜子妈妈，你看你那边的水跟开我这边的水，好，这个是好。这是普通的传统的这个莲蓬头，这是神乎奇迹的莲蓬头，它有什么跟我们一起按？一二三，它有过滤跟省水的功能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哦。你们看到这个省水省得非常的快哦。哇，你看你那边已经快要满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这边还在中间而已。是，换句话说，好，我们看看，神乎奇迹其实比较省水，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，对，哇，干了哈、哦，我们可以喝下去了，对不对？而且它有台湾所认证的省水标章，还有台湾认证，对，就是我们这边有特别看到这个，来，我们镜头可以带一下哈、哦，这是台湾的这个省水标章的认证，我们这边看一下有没有。台湾认证，品质也就保证，是真的太棒了！哎、欸，既然这么棒的产品，会不会有很多仿冒品？你说的太好了，我今天就拿一个仿冒品给你们看一下。
一般的仿冒品呢，可能长得一模一样，真的是。可是呢，真金我们是不怕火烈的，一模一样，我们可以来做个实验给大家看看。你要怎么做这个实验？我拿一个，好，我们就拿这个好了。刚才我们所试的深呼吸机的这个莲蓬头，里面还有一些水，我把它倒掉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因为它是 SPCS 的塑钢所制造的材质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们镜头里面看一下，这是一般的劣质仿冒品，是，这是我们的神夫奇迹，我要让他们对敲，就知道什么是真品，什么是假品了。好，好，我们先看一下，好，我们第一下敲一下，第二下，哇塞，真的是，有没有看到？粉身碎骨哎、欸，真金不怕火烈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我要证明给你看，敲完之后还是可以使用，我要一镜到底哦，我们都没有开完，过来看到、哦、我们直接放进来，我们一样锁上去。好，我们一样锁上去。等一下，锁上去之后呢？好，菜子由你来开水好。好。有没有发现？完全滴水不漏。正常，完全正常。一样，三段式有没有？是第一段、第二段跟第三段都可以使用，完全没有问题。完全对，功能还在，完全是耐用的。真的，这个产品真的太棒了，因为只需要188令吉哦，只有好想购物台可以买得到188令吉就可以买到这么好的产品。我告诉你一样东西哦，有时候我们在装置安装那些传统性的滤镜器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有时候一年一次，我们需要换那个滤芯，很贵，换滤芯而已。我们叫那 technician 啊，就是技术人员，让我们家来那么一趟，都要100-200块，就不止188了。对，就是来一趟的 service 办了都100-200块了。现在我们188令吉就可以拥有。两个神水器，三个莲蓬头，外加两个滤芯送给你们，而且它有过滤、增压跟省水的效果。是，而且可以省水，就是说你支持环保啦。没有错、哦。哎，可以在哪里买到呢？就在好想购物台。有兴�趣购买的朋友，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1800-888-122，又或者是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.androidtv.com.my， 赶紧打电话来哦。各位观众朋友，相信呢，现在大家都越来越注重水的品质了。大家有没有发现到，在韩国啊，每一个女生的皮肤都好细致哦，因为呢，她们不只要喝好水，也要用好水。而且今天呢，我们不只洗身体要用干净的水，家里面我们在洗蔬菜水果的时候，上面可能有农药残留，可能有泥沙，你一定要用干净的水呢去冲洗它。那么今天我们的神夫奇迹，我们的滤镜省水器就可以达到这样的功能，同时它可以帮你加压，帮你呢冲洗掉你所有物品上面的脏污，而且呢一样的时间，我们的省水量呢只到用到别人的这1/3的水用量。重点是我里面的滤芯材质可以帮你过滤掉水里面原本的脏污还有氯，所以今天给大家的全民健康用水专案呢，只要拥有我们的神夫奇迹滤镜省水器，你家里面所有用水绝对都是干净又安心的。神夫奇迹滤镜省水器和莲蓬头，加送三个莲蓬头和两个滤芯，只需要好想价188令吉，快拨打1800-888-122或浏览 www.androidtv.com.my。